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扑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689期的节目。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传承系列的弹片，它是昆虫部队中的第二号人物啊。那先前呢，11个月之前啊，没想到已经将近1年了，也给大家做过这款反冲了啊。那当时反冲给我的评价就是呢，变形上面呢是非常的潦草的。那我们这次的弹片呢，一样啊，变形也是非常的简单。但是呢，作为拥有 Deluxe 身材的昆虫部队的话呢，我也只有这么一对了，所以还是蛮耐看的。加上传承的话呢，虽然是大家熟悉的很多，各个 G1 宇宙啊、领袖之政宇宙啊、Transformers Anime 的宇宙啊，造型上呢都是有一些变动的，但是昆虫部队的造型来说，倒是跟 G1 还是很接近的啊。那这一次的弹片的话呢，有一把超级的大枪啊，我觉得它好像是什么火焰喷射器一样的感觉。其实呢，它是由3个部件组合起来的一把小枪。这个小枪的话呢，你当然可以单独的握在手上。那如果因为它有3把枪嘛，所以说如果你要把它全部的都拿在手上的话呢，恐怕你必须要稍微把它给拆开来。然后这一把有这个涂装的枪，这个应该是它比较标准的武器啊。然后另外的这2把小枪的话呢，我们就可以把它扣在这个手臂的下方这里。身上的涂装呢，非常的不赖，我个人是挺喜欢的。包括上一次的反冲，其实呢，配色来讲真的是很优秀了啊！从脸部的红色墨镜啊，然后胸口的黄色透明件，腿部的话呢都有一些黄色的点缀啊。这一套昆虫玩具吧，我觉得观赏性都是比较强的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精彩的一个面雕，头部的话转动比较偏紧一点点，手臂360度的转动也没有问题，而且关节非常的紧啊。那手臂的话呢，这里手肘弯超过于90度，拳头呢只能够内缩而已。那腰身的话呢，可以转动，腰身转动比较紧，脚前后左右踢都没有问题，侧踢，而且它的关节的紧实度是非常好的啊。即使你这样子去大风车去旋转它，你看它的地板动作什么的，你看它的一个稳定度啊是非常好的。膝盖这里的话，它有斜一个角度，所以它是可以往前面推一下，它会稍微去卡住一点点。那膝盖从这里的话，它会卡，稍微卡一下就更稳定了。脚的话呢，也是有一个接地的，现在接地关节已经变成是非常普遍的了。这里的话呢，有这个银色的点缀啊，不知道还以为是贴纸贴上去，对吧？啊，它跟先前的反冲啊的变形难度来讲是差不了多少啦，差不了多少的。但是呢，这一款的话呢，至少我觉得这个组合起来之后，一体性还稍微好一些。再来把脚啊，这个做一个前后的翻转，然后呢，我们把这个翻过来之后呢，我们把这个这里膝盖不对，一个颈部这地方打开，然后呢，这里我们把它是怎么样往内缩进来，到这边你可以先把它给卡进去啊，它是要卡这里有一个黑色的凸，对，黑色的凹，从这里卡进去的啊。那当然我们也可以两腿合并之后呢，再去卡也是可以的啊。那这个地方就记得要把它给扣进去。那或者的话呢，你可以先把两腿合并之后啊，在一起这样子把它给卡进去也是可以的啊。如果说你愿意的话，当然是这样子卡。然后手臂的话呢，你就稍微看一下，这里有2个黑色的洞。那这里有一个这个，灭霸对，反正你们就知道，随便想个黑人吧，灭霸对神盾局的局长吧。没有了。然后呢，这个多出来的这个部件的话呢，这个我们可以充当它是一个脚啦，这个昆虫的脚啊。那你愿意的话呢，是应该是往前，或者是往后扣，我看一下，应该正常来说应该是要，这里因为要打开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不要干涉的话，它是应该要往后放，另外一侧也是一样。那么呢，我们的最后还有一个武器的话呢，就只能够扣在其中一侧。那么呢，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款弹片呢，从机器人到一个机械昆虫的一个变形过程啦。我们来看到它的一个昆虫形态啊，它是丘形虫的形态。丘形虫可以顶起比自己重20倍的物体啊，算是力气非常的大的。那么它的可动的话呢，就是这个前面的这个牙。
那基本上可以说是没有其他可动了啊，但是一体性非常的好，造型好不好看，我只能说，就很像昆虫金刚的感觉，辨识度还是很高，黑紫色的一个感觉，那么就放在桌上就是很稳的一个存在。那相较于先前的反冲的话，这个反冲的体型的话呢，感觉是长上很多，但是因为它的这个脚啊，这个透明部件的话，你也可以插在这个翅膀的上面，但是我觉得我今天做一个另外的展示，这样子放着，那个头倒是挺大的，而且很扎实啊。那这个玩具本身也没有什么好特别去要去强调去说明它什么，因为太简单了，一目了然，看了就知道了啊。各方面来说，关节没有比较松或比较紧的地方都没有，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，做工上面是完全是 OK 的。那体型就是够大啊，虽然它是 Deluxe 等级，但是我说过了，过去我的昆虫金刚都是 Legion 或者是 Scout Class，那么这个体型的话，玩起来就是非常的舒适，非常的过瘾的。那节目最后的话，我顺便回答一个问题好了哦，我的 YouTube 上面呢，近期呢有一位观众呢，我不知道他是挑衅我呢，还是说有什么其他的目的啊，他经常在我的节目下面留言说我是不是没有钱买 MP 了啊？甚至最近一次呢，这种留言其实我本来是可以不用管的，我有没有钱买 MP 其实不关你的事啊。但他最近给我一个留言，他说宁愿买这么多烂东西呢，也不愿意买 MP 啊。这个话我是个人觉得我就比较不以为然，所以我稍微回应一下啊，因为买什么玩具这确实是我自己决定的啊，我自己的经济能力到哪里，我可以决定我要买什么样的玩具。那你说我不买 MP，那只是我单纯觉得现在官方的 MP 啊，确实我真的觉得 CP 值真的是非常的低了啊，有时候花个台币可能六七千、七八千，结果你买到一个瑕疵品，那个感觉是非常差的。特别是第3.0版的这个 Starscream，让我买到之后的话呢，是它当然那是官方的通病，并不是我个人中奖，但是就因为它是官方的通病，所以我更不能够去接受这种。为什么就是明明是有问题的商品，为什么我还要买单呢？我再也不想说花，尤其这是六七千块钱台币，不是六七百块钱的台币。我们觉得人傻钱多，也不是这样子花钱的啦。那这位朋友，你的留言我不知道你的用意到底是什么，反正我也没封锁你，你有兴趣你就继续在我的节目里头继续去给我留言。他说，你就继续给我留言说你是不是没钱买 MP 啊？随便你，反正我也赚一则的评论了啊。那各位的话就是买玩具都是量力而为。那我自己，买这些昆虫金刚这些东西，可能有些人觉得说，一个七八百块钱台币你都觉得嫌贵，那也无所谓。大家本来金钱跟时间就要放在更重要的事情上面了啊。那因为我自己做，开箱的话呢，我有这个需要呢，早一点去把它买下来。那我还能怎么做呢？就是努力赚钱嘛，对不对？增加一些额外的收入，然后呢，把这个玩具呢，能够比较轻松的把它买回家啊，就这么样为止了啊。那你要说买这个玩具到底有没有正能量？我觉得这都是一个正能量啊。为了能够买玩具，我更努力的赚钱啊，然后让我的整个生活能够提升，然后精神方面、物质方面都能够跟着提升。哎，你说玩具难道真的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吗？也未必嘛，就看你是怎么样去追求你玩具的一个过程。那今天的话呢，就给各位讲到这边，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